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学习到这个第30愿乐如漏镜愿。这一愿学完了，我们的烦恼有减少这就没有白学那这个上一次因为我们刚好遇到迎接龙年那这个。永离热闹，心得清凉啊，就是烦恼少了。那我们过年期间都大家拜年祝福啊，那新年快乐那就是烦恼少了，快乐多了。那老和尚呢，都是抓住机会点提醒我们这个吉祥快乐啊。是果啊，你要修因呢，才能得果不然呢，就只是祝福而已了所以这个祝福啊，我们常说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这一份心境，我们要有啊。在祝福的过程当中，又能做法供养，就像老和尚过年时候拜年说的，诸恶莫作，岁岁平安，大家都求平安，这个是果啊，因呢，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年年如意所以年年如意是果，众善奉行是因呢。那我们听老和尚这一段法语我们没有养成呢，我们求什么呢？都先种因。我们看什么事都知道没有离开因果。那假如形成这样的观念态度了，这个受用就大了。深信因果了，明白因果了，他绝对不会怨天尤人。哇，那不怨天尤人这个是。心得清凉了烦恼减太少了，所以我们呢不能好日子不过给自己找麻烦一看老和尚有一个墨宝这个人生都是这个自作自受自导自演这个是自讨苦吃的。你看古人留给我们的成语我们要去领悟了，跟智有关系的，自掘坟墓，自甘堕落，这是负面的喽，自求多福，自立自强，都是自己的一念之间了，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地狱跟极乐世界。也是一念之间呢。好，所以要善听、善思维老和尚这个新年的祝福我们善听、善思维了，深信因果
也不会担忧未来了。哎，未来是果啊！啊，我现在的用心跟言行是因啊，预知将来结果啊，只问现在功夫啊。所以深信因果的人非常积极啊，因为他知道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了。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啊，有了啊，啊，假如是真的相信的话呢，啊，这个脸上就会透出一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哎，掌握在自己手上。哦，那我们上一次啊，学习了老和尚这个新年的焦早。老和尚说：“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啊，我们讲了前半段“新年快乐”，啊，今天讲后半段“恭喜发财”。啊，我们说“人轻人无限好”啊，啊，这句话我看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请问我们感觉到无限好了没有？啊，你看，年轻人还是很烦恼，哦，所以这个无限好嘞，每天读嘞，好像不够相应，啊，这个很值得我们探讨，啊，哎，你读了年轻人无限好，我好像还没感觉，啊，这个时候要有一个态度，啊，因为这个经典传了几百年、几千年了。问题不在他那里了，啊、哦，问题在我们了。你说有啊，我每天听经了，我一有空就听了，啊，那是向上的东西，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你每天熏啊熏啊，每天，啊，连煮饭都。这播经机还播着呢，啊，当然别把东西给煮焦掉了啊，哎，啊，最好还是专注做事啊，养成专注的习惯啊，啊，煮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专注好，啊，工作不妨碍念佛，这样挺好。可是你每天在那熏啊熏啊，照样骂人，照样抱怨。那你一骂人呢，功德都烧掉了，你怎么无限好？哦，所以老和尚强调的这些修学的观念，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都是重形式的，很容易被自己给骗的。其实啊，我们不是学佛的时候重形式。我们本来就太重外在的形式了，不能又把责任推给佛法佛法是无辜的啊，哎，佛法不误人了。哦，这句话很有味道哈，这句话是出自于下莲居老居士。啊，夏老说：“古德云，这个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有说到，佛法不误人，但看自己功夫何如尔啊。代表佛法没有问题啊，经典没有问题啊，有问题早就处理掉了。”哦，所以在香港有一次。啊，办企业家论坛，啊，老和尚刚好在香港受邀，啊，结果接受访问了，啊，这个问的人提到了，这个有说法说啊，这个传统文化有糟粕，您老人家怎么看呢？老人家说，对，有糟粕。他们看不懂，
就说是糟粕。哦，当然这里面有一点要厘清哦。啊，传统文化呢，它是经史子集。你要以《四库全书》，它收录在里面的，那是古传了几百几千年，认可的。你不能，它是学偏掉的，你就抓这些现象来，让传统文化买单哦，这样不妥当。啊、哦，比方说，你看清朝穿小鞋，哦，那个三寸金莲，你去经典找找看，我没有这个。那可能是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自己的偏执造成一些风气啊。哦，所以这个要冷静哦。我们一不冷静啊，一听人家一说啊，就被影响。哦，你看这个民国初年还有全盘西化，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了。你说清朝末年那么衰败啊，他做这个像啊，看到这个像他就下了判断，可是他的判断是错的，影响了多少人呢？我们现在还受影响了。所以这个口业不能造啊，影响了几代人呢、啊，否定了传统文化。我自己也是崇洋媚外啊，还没遇到老和尚以前，我也是随波逐流啊，总在遇缘不同啊。哎，人生受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影响，都是以这个功利享乐为人生目标了。那会越走越空虚的，哦，所以这个快乐，什么是真乐啊？你看看这个社会的状况，能明白真乐吗？哦，不被误导啊，真的就阿弥陀佛了。啊，自己没有被误导得太偏了，现在想想，冥冥中佛菩萨加持的，过去生。还有一点善根呢、啊，跟佛菩萨、佛门有点缘。哦，有一些在生命上、在品德上啊，啊，那种最关键点的时候啊，哎，突然都有贵人相助啊，不然可能就跌下去了。啊，其中有一个是我自己的母亲们。现在想想，很多关卡，老人家的这个德行护佑的，那母亲有责啊，孩子在他面前呢，不愿意撒谎，这都是一种德光会让孩子生惭愧心啊，回头。哦，所以这个乐，听了老和尚讲，真正的乐啊，都是由内而外的，从外面来叫刺激。哇，你看这个振聋发聩啊，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结果花了20多年在那追求，都是刺激，啊，都是越活越空虚。哎呀。这个经典上讲了，孟子有三乐啊，你看天伦之乐啊，良心的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哦、啊，还有真正为国家、社会、团体做出付出的快乐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啊，看当父母的人看到孩子成才了。高兴了，啊，当老师的人看到学生有成就，啊，比他还高兴了。这种乐都不是刺激的，发自内心的安慰、喜乐了，啊，助人为乐，
知足常乐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他没有闻圣教啊，大部分只有随波逐流这一条路五饿五痛五烧，酒后转聚啊，汝等转乡教诫。哎，我们读《无量寿经》喽，这些教诲要受持哦。啊，请问大家，今年过年还没过完啊，年十五才过完啊，有些农村呢，还要到2月2龙抬头，才算过完年呢。那那么难得大家相聚在一起了，那要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来转乡教诫，如佛经法。佛不住世了，我们四众弟子有责任呢，把佛法弘传开来啊！以诸法要救疗三苦啊！现在亲戚朋友、身心家庭有烦恼的有挑战的。我看不可能没有啊！我们透过真心的关怀、倾听，了解到了又能这个和颜爱语，你看都没有离开《无量寿经》啊，劝欲彻净当然。劝人这个和颜爱语，你看脸色这个音声都很重要哦。你要心平气和，心诚真诚，色温，脸色非常温和，气和，这个讲话的口气很和气，迟婉那个。遣词用句很柔软、委婉，没有很冲不能说有话直说这个不同。你要能考虑到对方的承受度、接受度他的接受度会表现在哪？表现在他的脸上，我们讲话的过程都没有关心到对方的表情那就是讲话的时候如入无人之境我今天非得讲个痛快不可那个都是我执所以会修行的人在哪里放下我执在处事待人，在跟人谈话的时候，都是替人考虑的，那不就是放下我执？所以佛法重实质，这个实质就是放下的功夫，不是你学的10年了、20年了、30年了，20多年前了。我刚好。在晋中学院的澳洲晋中学院，我当时候才20多岁遇到一个老人家70多了，他亲近老和尚几十年了，你看那个相，学佛那么久了，看到我们年轻人说什么呢？老和尚还没出名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哦，我常常跟他坐同一个电梯。你说讲这个要干啥？那不就是给这些年轻人秀，这个炫一下，是吧？哎，这老人家提醒我们了，我们在社会当中这种。
习气很重啊，他可能是极乐世界来提醒我的，我初社会的时候，也是那种风气啊，哪个立法委员认识啊，我就羡慕得不得了，这个习气还是很重的，我曾经遇到一个老师啊，我表现好一点，让我妈妈有吹的本钱，哦，这个吹是不是北方讲的啊？吹的本钱啊，可以吹吹牛了啊，这个都不妥啊。哎，这些风气不好啊。哎，《论语》说：“古者言之不出，耻攻之不殆。”古代的人他不轻易说出去的，他怕自己做不到啊，吹吹吹，那个吹破牛皮咋办呢？哦，所以这个不能须臾离开经教啊！一离开经教啊，就随顺烦恼习气了。好，哦，那这个我们这个接下来学习老和尚的这个法身舍利啊，恭喜发财！好，老和尚怎么来开解？好，刚刚有个同学问了啊，让我妈妈有吹的本钱和光宗耀祖有什么区别？哎，这问题问得好。妈妈吹是妈妈吹呢，她在那。你看我儿子多厉害呀！光宗耀祖是什么？是别人赞叹你的祖先啊。哦，大家注意哦，这不一样的啊。赞叹是别人讲跟自己讲会一样吗？哇，你看你这个邻里乡党，哎呀，某某人的孙子啊。真的对社会太有贡献了。哎，当他自己的爷爷奶奶听到了，怎么讲啊？哎呀，没有没有，这是党的功劳，是吧？让功于上啊，让名于上啊。哎，这心境有没有到位啊？重要啊！你心境不到位啊。没有没有啦，那个讲起来也会让人家起鸡皮疙瘩的。你是真心觉得是国家的功劳，是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的功劳，万法因缘生呢、这些都不是勉强的，不是套传统化的句子哦，心要到位啊，让名于上，让功于中。因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觉得那是该做的，所以老和尚讲，做得好，应该的。哇，听到那个话，痛快啊！做得不好，有罪过，这就是古风啊。你看这。诸葛孔明功劳多大？他战战兢兢啊，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他生怕有什么闪失呕心沥血。哦，所以古人这个义呀，道义情义，义所当为，该做的嘛。义者宜也，是宜，应该的，应该的哪有放心上啊？还会去吹给人家听？不可能呐、哦，所以你去跟孝子说，哎呀，你很孝顺的、他马上诚惶诚恐，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落他孝顺的痕迹嘛，他只觉得。
自己还有哪些做得不够啊？哦，目前当务其心呢，我们去感受感受这些祖师大德啊，古圣先贤他们的心境。啊，再拉回来，我们看看自己的伦常，五伦十义，五伦里面都是义呀、啊。就像当父母的人啊，你煮过几餐饭给你孩子吃了，你根本不放心上啊。哇，你看那父母有时候啊，为了给我们买个钢琴啊，那个攒了多久的钱呢？很辛苦的，得尽心尽力栽培孩子。对孩子的一无所求，这就是父母的对我们的情谊啊，道义啊，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啊，那承德觉得啊很有福报啊，我的父母是这样对待我啊，哎，你要知恩呢，知这个恩德。那知福惜福要造福啊，啊，让父母这个无求付出的精神，能够继续在我们子女的身上去发扬光大。哎，这珍惜父母的缘呢，啊，哎，自己有一点功德了，啊，那父母即投功，哎，因为我们子女是他培养的。哎，所以古代的制度啊，很重视知恩报恩啊。比方说，欧阳修做出贡献的，哎，追封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啊，跟他的官职一样，不忘谁培养他的，哇，很有味道啊！啊，你看《中庸》。父为士，子为大夫。啊，父亲呢是一般士人、读书人，儿子是大夫，葬以士。给他办丧礼的时候是用读书人的礼，祭以大夫。以后每一年祭祀他要用大夫礼，因为他帮这个社会培养了大夫。哇，你看这个制度。多有味道啊！不忘本好，所以我们看到光宗耀祖四字啊，要好好努力了，为众生、为正法啊，为社会做出贡献啊，人家一提就是，哎呀，某某人的后代啊，人家一提。净空老和尚的学生呢？哦，所以我们真的都不离经教啊，真的去落实它，真的有无限好，人亲人无限好。哦，我们在过年期间都记住老和尚的教诲。哇，这个年过得太充实可能你的亲戚朋友说：“哎呀，今天听你这一段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哦，遇缘不同啊，我们得把这5000年的智慧呀，给我们亲戚朋友接上啊。啊，喂猪宿类，做不请之友啊！啊，铺垫好姻缘，啊，让人家很欢喜接受，啊，这个都不能刻意操作啊，要体恤人家的接受度，啊，当然这期间呢，要多用四摄法，
布施啊，多送礼啊，多请客啊，爱语多肯定，多赞叹啊，人家心里一高兴了，很容易交流啊，先美其长，称赞他的长处，盖其欣喜啊，哎，他很欢喜，被肯定了当然欢喜，人一欢喜呀、啊。对方的话就容易听进去，善言易入啊，所以要护念别人的时候啊，不要太严肃啊，气氛不要太紧张。来来来，我今天有很重要的问题要提醒你啊，一下子就绷住了，啊，要说，哎呀，这段时间太感谢你了啊，没有你的帮助啊。啊，这可能这些情况呢，啊，就很不容易了。哎，接着再谈，再提醒。好，就像公司开会，你不要一开了会了就批斗大会就开始了，啊，这是你说谁不开会啊？那佛法要用上啊。开会要礼敬诸佛，要称赞如来，啊，要忏悔业障，哎呀，我自己做的不好，哎，普贤行在哪里啊？就在当下啊，啊，在广修供养，啊，你新年时候把所学的毫无保留。供养给亲戚朋友，这落实普贤行啊！啊，不能只是读德尊普贤第二啊，贤共尊修啊，背得滚瓜烂熟，用不出来不行啊！啊，就好像背这个药单背得很熟了，就是没有去抓药吃。哦，啊，这个刚刚跟大家讨论的下莲居老居士。说的佛法不误人，但看自己功夫何如耳。这个话就是提醒我们了，问题不在佛法，不在老和尚，不在善知识喽。啊，当然，这个善知识的前提呀，他是名师，他是过来人。啊，像我们这个年龄啊，都是成年才开始学。那刚好遇到信任自己的人呢，那我们就带着大家跟着名师学，不能自己装着我好像是过来人那样，我开悟了，佛法不能用装的。那个庄的心就是明文利养的心呐、啊，那很累的、啊，而且你一庄啊，就好像搞得你好像佛菩萨在的，好厉害哦，然后搞得人家都不敢跟你提意见了，因为觉得你是佛菩萨在的，哎，有人就喜欢这种氛围哦。哎，就坐在那，好像修行很高，哎，然后人家连问题都不敢问你，啊、哦，一问你了，不可说，不可说啊，搞得很神秘，哎，我们是成年之后才学的，啊、哦，假如遇到信任的年轻人。啊，我们一起跟老和尚学啊！你们有看到我跟老和尚跟经典不相应的地方，你们也要给我指出来，也要护念，这才是自知之明啊！自知者明啊，知人者智啊！你总不能没有自知之明啊！
那我们当父母的人也是成年才学的，那你假如都要装一个啊无懈可击的样子给你孩子看，你不很累吗？哦，但是要很真心啊，哎，真的孩子有提醒了，啊，当然孩子提醒也是，啊，他也是顾及我们的面子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又很感谢他。哦，他心里也很佩服，很感动。啊，我第一年当班主任给孩子道歉的时候，哇，孩子那个眼神也发亮了。哎，你在那解释的时候，孩子的表情就是我快听不下去，我快听不下去。孩子的心其实很清静的，比我们清静。啊，我们毕竟有染的这个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个面子比较厚一点。啊，这修行要把面子给放下。但看自己功夫何如啊，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菩提道上啊，要自己检查自己的状况。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但看自己要看清楚。啊、哦，所以承德跟啊我们福州的同仁啊，因为迎接新的一年嘛，龙年，龙是变的啊，当然龙也表德，德不能变啊，但是呢。我们要大变活人，啊，让亲戚朋友刮目相看，是吧？为人演说嘛，那演在前面呢，说在后面呢，啊，有身教才好言教了，啊，所以劝人也要劝人的本钱，要先演得好，才好劝人，啊，无诸己，我没有这些缺点呢，而后非诸人。你才好去护念别人，把这个缺点改掉。好，那我们期许呀，我还有看到我们庐江以前的老同仁啊，我们当时候每一年都定一个，啊，今年定一个目标，啊，比方啊，我们今年是无怨无悔的一年。哎，要无怨无悔，容不容易啊？哎呦，一年下来都没有埋怨哦，啊，没有埋怨自己，也没有埋怨别人，哎，不简单哦，要深信因果才办得到。无悔呢？人要做到无悔啊，就是对得起自己。不糟蹋自己的生命、光阴啊！你滑手机滑了2个小时，保证你后悔，是吧？哦，所以要做到无悔不简单哦。哦，那今年跟大家共勉啊，因为新的一年你要发心立愿嘛，有一个目标，往那个目标精进。啊，今年是自知去习的一年，去掉坏习性啊，要有自知之明。那这个就离不开啊，观心为要。啊，自己六根接触六尘呢，自己的起心动念要关照得到。啊，不能事情过了，哎，怎么会成这样啊？问题在哪，自己都不知道。哦，这个同修说了，啊，我跟一般的人，我也不会发脾气呀，怎么就跟我家里的人容易发脾气？其实讲这个话的时候啊，这个情况可能都几个月、几年了，那代表。在这么多境缘都搞不清楚问题在哪，
这个就不自知了。这样啊，代表什么？对自己啊，太容易放水了，太容易让自己过关了，太容易给自己台阶下了。这不是真干啊！真干呢，看自己的心要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啊，真干呢，要对自己的习气赶尽杀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你看《了凡四训》谈改过，有从事上，有从理上，有从心上。啊，如斩毒树，直断其根。修行人的气概要拿出来。啊，我为什么脾气那么大？啥事都把自己排前面，都只是自我感受啊，所以脾气大。好，把这个根砍掉，在境界当中都是为人。啊，把自我感受啊放淡，这如斩毒树，直断其根。这个毒啊，这个烦恼三毒。贪嗔痴，就是有这个我，才有我贪、我嗔、我痴。啊，自知，检查检查，任何时候有没有念念为他人着想，从心上下功夫了。念头一不是为别人。你为自己了，赶紧不怕念起，只怕觉知，调过来。啊，夏老接下来的话啊，哇，这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哈。功夫非至身心闲淡处啊，不得为之入门。假如我们没有感觉身心很放松啊，很清安呢，还没入佛门啊。当然，我们不能听到这一句很气馁哦。哎呀，我门没有入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了，观心为要，自知之明。我们遇到事情啊，哪怕是听一句法语啊，很容易没信心。很容易沮丧啊！我看现在10个人里面呢，8、9个都是比较容易消极沮丧，信心不足啊！我以前也是没信心啊，因为成长的环境常常在攀比，比到最后啊，就有点没信心了。啊，所以千万不要拿着孩子跟别人比，比到最后孩子的信心都受影响。哎，这一点要感谢父母的恩德啊，他们从来不会拿我去跟人家比。啊，是我自己虚荣心强啊，常常比着自己没信心啊。啊，这是过去生带的习气啊。啊，所以这个父母恩重啊，老和尚的恩重啊。施恩难报啊！啊，我的信心开始止跌回升啊！就是听了老和尚说的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本觉本有，他老人家慈悲还加了，一定可以恢复啊，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啊，我们一起烦恼情绪啊，那就是不觉，就是妄心，别把它当真。哦，所以警觉性要高啊，一有情绪上来了，一有这个沮丧了，马上阿弥陀佛要提起来，不能让那种沮丧消极的念头相续。
怀疑自己是山崩地陷呐、啊。其实，现在忧郁症的人呢、啊，有一点是最致命的，就是他一直在否定自己。哦，那个杀伤力太大了。哦，怎么帮助他建立信心呢？这个就差很多了。信为道源，功德母。人信心立住了啊，他一思维都是正向的。哎，感受感受，相信别人，相信自己啊，那思维的东西都是正向的。啊，一怀疑自己了，念头都是烦恼。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啊。哦，那愚痴的哪有不生烦恼？哦，所以疑是修行人的大忌啊。好，哦，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些句子啊，都要。很真实面对自己，自知，哎，不能呢、啊，对自己的习气呀、啊，手软了、啊，哦，所以下人老说真干，什么是真？有一毫夹杂，一毫自欺，你欺骗自己了，那不是真的。啊，有一毫懈怠，啊，一毫自恕，自己宽恕自己，自己给自己台阶下来了。当然，我不是说要逼到自己喘不过气来啊，不是啊，那个就太过了，啊，给自己台阶下来就不急了，都要走中道。哦，这个啊，这个我今天问上来的问题水平都很高啊。刚刚讨论的是吹跟这个光宗耀祖的差别啊，现在而且问的问题就是我刚讲完的话，他马上问，这个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是罪过啊。那跟忧郁症呢，自我否定有什么区别？啊，其实我们从心上去看，啊，自我否定是怀疑自己做得不好是罪过啊，是我们认定这是我的本分，所以做得不好生惭愧心，而不是。沮丧的爬不起来，哎，我们看古圣先贤范仲淹先生，啊，这个在好像是《德育古鉴》里面有提到，比方说他晚上要睡觉，啊，你看古人说。不愧秦影，就是面对棉被啊，因为棉被是晚上嘛，自己在的时候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影子影子，啊，看着自己的影子不会不好意思了，就是你没有做亏心事啊，或者你没有亏了本分。哦，所以范仲淹假如晚上睡觉前一想，今天做得不够尽力，有愧于啊百姓的信任，国家的俸禄，他就很惭愧。隔天呢，很早就开始干活，自己心才安。哦，所以那种心境叫惭愧、奋发、改过。惭愧是善根哦。啊，善心所有11哦，惭跟愧就占了其中2条。
那我们很可能会变成什么？哎，我就觉得我自己惭愧、沮丧、难过，那个不是惭愧了，那个是自责。你一自责了就沮丧了，所以前提是什么？就是要相信自己的佛性，性本善。啊，哪怕有做得不好，并不怀疑自己，然后呢，积极的去改过，啊，惭愧、奋发、改过，这又是下老的教诲啊。所以这个自警录啊，字字珠玑呀，大家好好学呀、下老说的，天降之福，上天要降福给这个人，先开其慧。开他的智慧，不然呢？那个钱一来了，没智慧了，就骄奢淫逸就来了，那是祸不是福了。天降之法，天夺先夺其破。所以，一个人灾难要来以前是有征兆的，他能察觉到，赶快勇于改过啊。就不会遭难那天怎么开他的慧呢？就是惭愧、奋发、改过，天开其慧。哦，所以哎，我做的不好，有罪过，赶快奋发，赶快做好，就对了。所以很多。这些教诲啊，我们从心地上给它分辨得更深入啊，哎，有可能你自己就明白了啊，因为佛所讲的一切经教，从理上不离心性两个字，从事上不离因果两个字，啊，那刚刚那个问题是问心境的喽，是吧？哎，你只要分辨真妄，哪个心念跟真心相应，哪个心念跟妄心相应了，就能分辨出来了。哦，所以心有余随杂技呀，是个好习惯，它不能变成依赖。你慢慢的体会义理深了，你自己就能思维得通。哦，那这个好多句子都是不得为之入门，哦，这个就提醒我们了，一定要具备这样的状况了，才入得了门。哦，夏老说的，要打破自欺一关，时有商量处，啊，卓然见得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此两关不破，任你谈玄说妙，终是门外打自绕，就是在门外进不了了。哎，这些句子都不能含糊过去哦，这个都是关键哦，这都是祖师慈悲护念哦。啊、哦，老和尚说的16个字不放下。入不了佛门。说实在的，16个字不放下，连门都找不到。啊，老和尚说16个字放下了，到了佛门口，还没进去哦。哎，好。那接下来夏老说了，所谓闲淡者啊。乃自然而然境界，非勉强装饰之谓也。哦，不是装个样子给人家看的，身心是很安住当下，很放松的。所以一觉得自己身心不放松了，一定又是我们一些惯性又上来。
啊，你比方说当父母的，看到孩子行为不对了，啊，那种就火就上来了，大家感觉一下，那个火上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身心是什么状态？就烦恼做主了，啊，嗔恨做主了，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了。孩子毕竟他才十几岁呀，啊，要求自己是圣人的标准呢，要求孩子不能那么苛啊。啊，茫茫人海中啊，觅一咸淡汉不可得，触目皆热盲人也。啊，热盲啊，都盲些什么？盲五欲六尘呢？啊，我们学佛的人，哎，盲插第一炷香啊。啊，忙什么？哎，忙贪功德啊！嗯，我的功德在，哎，你们通通给我啊！你们我全包了啊！我有遇过这样的，人家三个人要去付钱，都被他给压下来，搞得另外两个人很不欢喜啊！因为刚好跟法师出去吃饭嘛，20多年前了。什么都要随缘呢，不能应试操作。哎，要去朝山呢，你赶快弄两车人来。他不是在忙这些事了，攀援了。哦，哎，宣传做大一点。你在哪一部经典当中听过宣传做大一点的？只闻来学。未闻网交，哦，那我们知道啊，万般将不去了，啊，不能每天还是热火朝天的，就在追逐这个财色名利呀，不能做这个热盲人。觅一座顿功夫人不可得，触目皆伶俐呀汉。什么叫做顿功夫啊？正住双修，老老实实下正住的功夫。这在《十三业道经》里面啊，有提到。四念处是看破，啊，四正行呢是断恶修善，四如意足啊是放下，如意啊放下才如意啊，回头是岸的，再来是五根五力，啊，这个五根，啊，信静念定慧。你看，性还是摆在最前面的。再来念当中啊，《十三业道经》说到了，于正住道，修行有正住双修哦，意念不忘，不能忘了。啊，你看，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这个就是正修啊。净土中正修是念佛，助修是积功累德。那一个人要在哪里积功累德啊？在起心动念处，贤邪存诚是大德啊，不让邪念妄念起来，这个是。
在主世代人生活工作中积功累的。哦，那真的要能积功累的了。主世代人接物生活工作，心中要有佛法。啊，要用佛法来思维、来办事，那做事就是积功累的，就是助修了。可是啊，这个正坐双修都要下顿功夫哦。其实这个顿就是老实听话、真干。那我们有没有老实念佛？我们有没有务实一秒钟空过，务实一句话空说？这就是下顿功夫了，啊，我们有没有提醒自己，不可须臾啊，离了佛法的教诲，那肯这么下功夫了，啊，一考虑事情啊，就跟经教相应了，啊，哎，我们今天。啊，要去劝这个人呢、啊，哎，这个和颜爱语、劝喻策进，我也没想到啊。啊，这个格言别录里面，要先美其长，这个我有没有记得啊？心诚色温，气和词婉，哎，都有经教的指导。我们没有下这样的功夫啊。一做事情啊，还是没学佛以前那个习惯力量大啊。哦，一做主管呢、啊，强势的味道就出来了，啊，耍官气就出来了。强者先谦哦。我们现在还是以前的这个习气还是蛮强。你一不警觉啊，它就冒出来了。所以要老老实实下顿功夫啊，啊，不能做伶俐汉。伶俐就是耍小聪明啊，就是都想着，哎呀，有没有捷径啊？不肯老实用功啊。哦，所以何谓热忙？事情正浓之谓也呀。哦，大家检查检查啊，人家说哪里东西好吃哇，我们也跟着上去讨论的热火朝天，这个都是事情正浓啊，对财色名食睡兴趣浓得很。哎，这个都是啊，你下了顿功夫就尝到法味了。哎呀，念佛啊，真欢喜呀！啊，念佛真的，这个垢灭善身呢，身意柔软啊，啊，所有疾苦莫不休止啊。念得很相应啊，很有受用啊。啊，那四味没有法味浓所以，假如我们现在事情很浓啊，铁定我们法味很薄啊，也是我们没有下顿功夫了。何谓伶俐呀？啊，不曾真实用功。专略虚陀之谓也啊！啊，这个略虚陀汉啊，佛门有这个词啊，禅宗也有在用啊。意思就是啊，就是慢心急躁，就修行很急呀、啊，急于求成。他也是傲慢，哎，人不听老师的话就是慢，你不听就是自己比老师厉害喽，那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你看那老和尚，什么是传人？100%听话传人。啊，老和尚在10年姻缘里面，他老人家怎么当学生的，给我们和盘托出了。其实耍小聪明容易呀，老实不容易呀。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是容易耍小聪明，自己不知不觉染上了。好，我们再看一段呢，来体会这一位这个伶俐汉啊，又是夏老的话啊，吕振宇一个佛友啊，来问学道之方啊，来请教夏老啊修学的方法啊或者要点在哪？告以去迷救悟啊，其实甚广就是迷悟之间嘛。去迷救悟，当然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念佛嘛。念佛即是自心现嘛，不念是迷嘛。你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印之所。不念就迷了。念是悟啊，啊，去迷就悟，啊，这个吕先生一听，又问捷径，那人就喜欢赶快快一点，我就成就这个心念就不对了，能安住当下的人才能提升，一直想着快一点的人，这个念头就是烦恼心。不可能得利的啊！又问捷径，告以真干两字。人未满意，哇！你看这个人啊，你假如真心求教啊，一听"真干"两字，可能就像触电一样。对呀，对呀，自己没有真干啊！人未满意。啊，我们从这一段话也看到夏老很有耐性还是恒顺众生啊，人家不满意继续打了，复告以节省时间、爱惜精力做顿功夫啊，那顿功夫怎么做呢？哇，你看夏老解释得很清楚啊。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做顿功夫是真捷径啊！啊，我们看老实念佛啊，无量光寿是我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啊，十本不离，直趋觉路，这是最快的方法。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哦，那十地菩萨那境界那么高了，他最重要的就是念佛了，那不是最快的方法了吗？所以做顿功夫是真捷径。舍此，舍了这个老实念佛做顿功夫啊，舍此而别求捷径。皆是舍捷径而自趋于远者也啊。被自己的小聪明啊，搞得越绕越远了。啊，接着夏老说了，自愧，自己惭愧啊，自愧多年学道无所成呢，皆因求捷径而自趋于远。未尝做顿功夫故也啊！哦，所以我们佛号要越来越提得起来哦，佛要越念越多，越相应哦，不要再去求捷径了哦，老实念佛。
那夏老说啊，近年的最近几年呢、啊，近年时小词理呀、小就是明白了，真正体悟到了，坐顿功夫是真捷径啊！啊，接下来这句话很有意境哦，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啊。然可以喻此者寡矣呀、啊！啊，可以把自己这个那么深的体悟啊，绕了一大圈弯路了、啊。哎呀，这个坐顿功夫是真捷径啊！啊，还在想什么捷径方法了，反而都志趋于远，越来越远。这么深的体悟啊，可以把这个体悟供养给对方的人很少啊。就是讲出来能相应的不多，代表啊，现在要找到老实人呢，都不容易了。好，那夏老这一段感叹呢？啊，这一段慈悲啊，我们要体会到啊，我们就会很重视这一段提醒。我们就愿意下顿功夫了。那这是啊，谈到啊，佛法没有误我们，祖师也没有误我们，他讲得多仔细呀！啊，真的是世间好话，圣贤佛菩萨说尽了。啊，光一个过年呢，你看老人家有多少开示，啊，抓住这个机会点。啊，我们看上一次有发给大家的资料，啊，老和尚说：“恭喜发财呀、没有一个人不想发财。啊，因为财毕竟是在这个世间生活所必须的。财从哪里来？啊，这个设问呢？”哎，是不是想发财，财就来了？不可能的。这个发财呢，有因有缘有果。啊、哦，当然，你看，恭喜发财，这是世间人很常讲的，过年期间呢。可是你看，老和尚抓住一个平常讲的话，把它开到最高深的佛法。策法圆顶，哇！听这些法很痛快啊！啊，老和尚说的，讲到真因呢，是自性里本来具足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相呢，就是福报。啊，就是财富相好，一切众生平等的，啊，智慧圆满，啊，智慧德相嘛，好，所以智慧圆满，能力圆满，万德万能，这是每个人本有的，啊，所以财富也圆满，所以老那个阿弥陀佛用自信呢。建造极乐世界，你看极乐世界多圆满。可是现在呢，自性迷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还用不了真心啊，啊，我们是不断往真心的方向去下功夫，可是我们现在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以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虽有财富，我们自信有圆满的财富，
不能现钱。哦，譬如我们在银行啊，有几十亿存款哦，这个老和尚用譬喻的，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可是口袋里呀，一文都没有那现在刚好离这个银行又太远了就领不了。领不了了，因为要坐飞机到那个银行去领，这个是比喻了，你得凑好飞机钱才可以去把这些款取出来，像我这一次，这个飞到雪梨去呀，因为钱取不出来被锁住了，所以这个办事的人员呢。还是很重要啊，他有一个细节没有给我们注意到了，还得让我们花个飞机票飞过去了。他忽略了一个细节，结果我就得这样做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口袋里没钱了，还得柴米油盐，还得吃饭呢，不得不出去打工了。所以六道凡夫啊，就像这种情形了。银行里真有钱，存折不晓得放哪去了，一时找不到了。老和尚这个譬喻好啊，哎，存折找不到了，或者这个密码忘记了一下取不出来了，一分钱都拿不到。不打工啊，就不能生活了。所以佛教我们呢，要求明心见性。只要一见性啊，我们的智慧德能向好，跟诸佛如来是一样的。自性本来具足，但是目前迷了，怎么办？迷了的时候啊，就临时打工。临时打工啊，就是修布施，要修因才有果了。布施就是种因，世间人发大财的，并不是明心见性，都是照佛的方法修得的。财是因，是过去生中啊修。财布施修的，所以修财布施的时候非常欢喜。这一句也很重要你修财布施的时候是很舍不得，还是很欢喜？得的结果不一样。你布施的时候有点不是很情愿的，到时候你。赚的时候回来就比较辛苦，你布施的时候很慷慨很痛快，你后来这个果报现前呢，就来得轻松。所以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不要操心，因为你修了因了嘛，你干哪一行呢，它是个缘而已啦。有因有缘呢，果就现前了。所以我有遇过卖红豆汤的买好几栋房子是吧？那他有修因吗？所以钱呢，财滚滚而来。当然了，你修了因，说每天在家里睡大头觉，没有缘这个财也是现不了钱，呵呵，还是要有因有缘如果我们命里没有财人家做这个行业，我们也去干这个行业，人家赚钱，我们赔本，
因为命里没有。啊、哦，所以这个道理明白了，才不会郁闷哦。啊、哦，很多人郁郁寡欢呢、啊。哎呀，那个人没有我的能力啊，怎么还事业做得比我好？哎，很郁闷呢、啊。哦，那他明理了，理得心才能安呢、啊。这是因果法则。财布施得的果报啊，是财富；法布施得的果报啊，是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哦，我们还没有见性以前呢、哦，都要打工啊，啊、哦，都要修因得果，啊，要得财富、智慧。健康长寿都要修因哈，所以佛教我们六道众生呢，没有见性之前，就好好的修这三种因，会得这三种果报。好，各行各业都可以行菩萨道。哦，所以你在各行各业，只要一心是，啊、哦，老和尚常说，尽心尽力，毫无保留啊，啊，去服务他人，这个用啊毛主席的话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哎，这个，哎，你做贡献的，本身当然喽，你在做这个事，你在各行各业当中呢，你要用体力呀，啊，你要用你所懂的这些知识啊，甚至于你积累的经验去服务人呢。啊，这个是内财布施了，也有法布施了，是吧？哎，你对你的同事，哎，你也是会去帮助他们。啊，新来的人，你把你懂得告诉他，这个都是内财布施，也是法布施。啊，他刚进来很紧张，你安他的心，也是无微布施啊。哦，所以你在服务他人、服务客户，啊，就像我们教书，啊，我们在护念学子，一定三种布施都有的。你把正确的道理给学生讲了，也是无微布施啊，不只是法布施而已啊。啊，比方说，我们了解到，现在大学生忧郁的人不少。而且不是大四的时候忧郁，是大一进去就开始忧郁了。他在担心找工作，所以为什么稻盛和夫先生介绍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了凡四训》？他真明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他就好好去修因了啦，他不会去担忧那么多啊，他就是不明理啊，所以理得心安呐、啊，很有道理啊。所以啊，你用真心啊，这三种布施啊，都在里面呢、啊。那我们呢有七种圣财，也叫做法财、财宝、德财。哇，你看老和尚一个恭喜发财，开了多少重要的义理啊！告诉我们，自性本有圆满的财富那现在还得打工啊，甚至于把出世的财富，哎，人
你要出轮回啊，也要有出世的福报啊。就像这个黄念老说的啊，他推荐人家去亲近王上师，结果很有意思的，都约好了，当天就去不了。哦，所以后来知道了，啊，都帮这个要介绍的人，啊，给他念108遍《金刚百字明》了，就比较去得了了。好，所以我们佛门的七圣才啊，我们也要努力来修学啊。第一是信。信还是排第一哈，信为道源，功德母啊。第二是精进，第三是持戒，第四是惭愧。我们今天好像讲到不少啊，讲到精进哦，务实一秒钟空过；讲到惭愧奋发改过啊。第五呢是闻，听经闻法。一天不听经啊，妄念就多了。还有舍，舍得布施，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也。这是了凡四训教的。再来是定慧，戒定慧三学呀，重要啊，出世。要靠戒定慧三无漏学七个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信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无论是世间法、出世法，真正的成就啊，第一个因素就是信心。佛的第一句话就是建立我们信心。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而且让我们知道下功夫要，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只要把妄想分别去说去掉了，就恢复自性了。坚定信心一定有成就。第二个精进。勇猛精进，绝不退转。这个末法时代退易进难，退容易，进不容易。所以不离老和尚的经教不会退的。老和尚的加持随时在不会退的。第三个是持戒，持戒就是《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其实这个《沙弥律仪》虽然是出家的经典其实就是教怎么当弟子其实就是怎么侍奉父母，怎么侍奉善知识。因为佛法是师道自性要开发就是孝亲尊师，所以这个就是教我们怎么开发自己的性德。这个沙弥律仪这四样要认真去学习落实。第四个惭愧，惭是做错事情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自惭形秽，觉得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就有救。就愧呢，是觉得对不起别人，是愧这是良知，是善心所只要有惭愧心这个人就有救了。惭愧会奋发改过。第五个是闻，听闻正法非常重要。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三天不听正法，肯定就受严重污染。啊，所以要保护自己，贤护等16正士啊，这个贤护菩萨首先要护好自己，啊，多接触圣贤教诲，啊，非圣书秉物事，接触的东西呀、啊，会让我们生五欲六尘的，不要去接触了。第六是舍，舍最重要的，把自己所有不正确的观念要舍掉，伤害别人的言语动作要舍掉，只要是让别人不高兴的，都不可以做。我们说去习呀、啊，去掉这些坏习惯。错误的思想观念已经让我们生了很多烦恼，造了很多业了，啊，要放下它了，啊，做一个动作啊，叫 delete，啊，把以前错误的想法看法 delete 掉，啊，然后要download 是吧？啊，要把正确的灌进来啊。哎，要 download 进来，啊，这听经闻法啊，一直正确的装进来，啊，第七个定慧，在日常生活中啊，要知道定慧的可贵，常常保持清净平等心，就是定，啊，正觉慈悲是慧，哇，那常保持就是用真心处事待人，啊，都是功德。啊，真实智慧运用在实际的生活上，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哎，有心呢、啊，慢慢就能越做啊，越适中，啊，越恰如其分，啊，那个分寸就会越拿捏，越准确的哦。啊，现在还不能拿得很准呢、啊。只要你是很真诚，人家不会怎么怪罪。不要自己制造很多紧张哦，你越紧张啊，越做不好。好，新年恭喜发财，发财要发七圣财。刚刚这七条，七圣财，要发戒定慧的财，不要发世间财，世间财够用就好，啊，你搞了一堆啊，还得想放在哪生利息啊，挺耗脑筋的啊，够用就好，啊，在虔诚的祝福同修朋友们，啊，新年吉祥如意，啊，永远的快乐，真正的发财发福，啊，啊，你看老和尚拜年不一样吧，啊。啊，拜年，你看这么精辟的佛法的和盘托出啊。好，那今天的课程啊，就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